而且还有这个哎，还有海鲜，还有海鲜，干什么？哎，星星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画廊吃火锅啊！怎么可能有画廊可以吃火锅？走走走！小花，你知道吗？这家老板呢是个油画大师。他这边除了可以吃火锅之外，还可以体验油画、哦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而且要预约。那我已经有预约时间了，哎，没有手表还加对，对，没有手表。好，走走预约时间是不是时间到了？对，我们去画画。好好好。油画小白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油画，那我们这样要怎么体验这个东西？这个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我们画图就是好玩，所以你就当做好玩，不要有压力、哦、那你在画的过程当中，我也会做一些协助、哦、所以不用担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一步呢，是要先挑照片，对不对？其实挑了一个我的自拍照，而且老师说每一张都很美，所以每一张都可以。请老师，就是来，我这第一步要怎么下？我们一开始就是。会有很多人是为了像是像很多人就送的礼物啊，都会自己想要客制化，自己动手做。那如果是这样子想要来完成一份礼物的话，也是可以过来。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哦，也是可以的哦。没问题。要画什么题材都可以啊。都可以。送礼物、自用、装潢家里。好，老师，那我要下笔了，我觉得有点紧张。我选的是我的桌布。不用紧张。第一阶段呢，就是差不多是这样，整个架构都好了。老师说要填色，看起来是不是煞有其事？哎、欸，小华，你画的怎么样？我好像哇，已经有一点不知道在画什么了。他有画吗？这游泳池吗？这个经典名作哎、欸，世界名作。老师，那我们这样第一阶段 OK 吗 ？OK 啊，好玩就好啊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好不好玩？好玩，超好玩，大家来玩。因为油画就是可以这样随意的挥洒，好随意的。对啊，其实不需要有压力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二阶段就是会稍微修，稍微松啊，了解。那慢慢就会把那个形状做得更确实一点，对。老师，为什么你会想要开这个画廊？我现在改口叫老板。哦，对，马上改口。而且这不是画廊，为什么要开这个画廊火锅店？我觉得这个店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展示我的画。一方面，它如果是画跟那个跟美食结合在一起，对客人顾客、也是一个就是增加那个艺术气息、啊。对他们也是、是享受的。真的，对，而且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艺术没办法当饭吃，但是在这边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。哎，真的，一边看画一边当饭吃，配饭吃，配饭吃，看画配饭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老师，谢谢老板，好，然后我们已经闻到了浓浓的高汤味了，所以我们就去吃饭吧，赶快去吃吧。通通吃到饱哦，你相信吗？怎么可能全部吃到饱？没有啦，其实这两项呢是另外单点的，但是呢除了这两项以外呢，真的每个都是吃到饱，而且只要399耶，超便宜的、真的很便宜耶。对啊，而且这两个其实你看超级豪华，这个有虾，而且就是可以那个天使红虾嘛、啊、炒虾、白虾，而且还有这个哎，还有海鲜，还有海鲜，还有海鲜，干什么？哎，这个叫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海陆拼盘哦，海陆综合大拼盘，所以是这个海这个陆，牛小排松板桌，
就是如果你自己想要吃一些比较好的，另外一点，那吃到饱的话也有这个，就牛猪鸡三种可以选。哇、哦，那、啊、真的是货真，就是很真材实料，而且非常超值。货真价实，真材实料，很超值哎。对啊，我们西西大小姐，我们可以下火锅料了吗？嗯，请，换一下。哇！小排吗？而且超大块的哇、哦！他们这个汤头麻辣汤头可以调辣度，然后如果大家觉得不够辣的话，是还可以再加的。牛小排，算是刀工，小当家在厨房。谢师傅，谢师傅，这就是黄金开口笑。哎，星星，你看我们这样子在老师的百万画作旁边吃饭，会不会等一下不小心喷到，把它买回家啊？你问到一个好问题，这我事前有问一下老师，他说他们的画都有做过特殊处理，所以是不会怕我们这些油啊、烟啊喷上去。太粗鲁。对，嗯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先试看，没有，现在看看它防水系数。对，而且你看我们的虾子煮好了，超大只的，哇，它的那个炒虾真的很 Q 哎，真的。虽然红虾它的味道，红虾它是可以做生鱼片等级的，所以真的好吃。它的海陆拼盘是真的很超值哎，因为它的我们刚刚做的松板猪，其实我们刚刚放冷掉还是不会有腥味，所以它里面还有天使红虾，而且一次就四只哎。对，就四只，就差不多的，这么比较适合四人份，三到四个人，然后加一点这样子。要不然两个人真的吃不下那么多嘛？对，嗯，啊、哦，小花好饱哦，超好吃的，我还有这么多要吃哎！而且你看老板，我刚刚说松板猪超好吃，老板又招待我一盘 ，yes， 人美真好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开心哎、嗯，就是有得吃又有得画，真的真的，一圆我们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油画的一个小小梦想。而且自己的那个文艺气息整个 up 起来了，有，真的完全有，真的环境会影响我们人的那个品性。嗯，而且老板真的超佛心的，他今天准备了10张招待券，想给、哦、对招待一下西西的10位粉丝。哇，那西西你的招待券要怎么送啊？啊，这个非常简单，只要在西西的 YouTube 下面留言，这支影片下面留言，然后我要吃一如燕，然后对，要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那就可以抽到咯。啊，再加码好了，因为它总共10张，是，那我就是 YouTuber 跟粉丝专业都各抽5位。哦，对，那这样子就是多一次中奖的机会咯。对，多一次机会，不能重复，不能重复领奖啦。那你可以多一次中奖的机会。哎，限时500，这个是直接换一餐吃到饱。嗯，真的非常的好哇、啊！就谢谢老板，大家要记得下方留言。Yeah、然后西西的粉丝团也不要忘记按赞追踪哦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记得帮我们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